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51页。151页第三行看起，第三第四这个两行上面标的有数目字，是我们第一次用念老的注解细说无量寿经，在概要里头揭露的。下面注解呢是原文所以我们将这个揭露的念一遍，我们学习原文本心兴起，因缘呢亦复如是，像上面的法华华严所说的，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那么这里就说到了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一部经没有流通，就是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本子，现在我们流通是鸠摩罗什的本子，大家念的习惯了。罗什翻的好，玄奘法师翻的这个本子完全依照原文，没有增减叫直译。罗什大师翻译的是意义意思完全说的正确，言语文字是中国的，不是印度的，所以中国人看到特别喜欢一直到今天还是流通罗什的文字那么玄奘大师这个本子里面呢有这么一句经文，我观如是利益暗落大师因缘说陈蝶语这一句话的原文跟佛在华严法华讲的意思语气几乎都完全相同华严是圆教一乘，法华也是圆教一乘。那么这一部经所说的
跟华严法华没有两样，当然也是圆教一乘。啊，古时候，世尊在世的时候，佛说这个经典，有人得受用。华严是世尊为我们示现，在定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摄除他误入的境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说得详细。啊，那我们再看，在中国，慧能大师开悟，他不是在定中，他是一清净平等觉性闻法开悟的。啊，五祖老和尚知道。华眉八个月，他得到清净平等觉。啊，有资格听大乘佛法。啊，这半夜三更跟他讲金刚经，大概是讲到四分之一。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那应无所住是什么？心里面干干净净，就是清净平等觉。不住色，不住空，不住世法，也不住佛法，啊，干干净净，叫无所住。啊，而生心呢，生真正觉悟的心，真正觉悟就一尘不染，就见性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落实。啊，他当时的境界就是佛在经上说的这两句话的境界。啊，所以把他的境界说出来，这就是他的报告，他的心得。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啊，不生不灭，万法一如，万法平等，啊，本自具足，一样都不缺，啊，说实实在在话，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能体会这个意思了，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就是什么？全宇宙，全宇宙是自信本自具足的，一样都不缺。啊，智慧、神通、道理，啊，佛福德。相好，样样具足啊！啊，为什么现在失掉了？因为你起了烦恼了，你起了念头了，不许可取念头。我们常讲，
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啊，说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不懂啊。我说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懂？原来是一个意思。啊，我们知道应该要放下，佛教我们放下，可是我们怎么样呢？没有放下，一样都没放下。啊，起心动念没放下，分别没放下，执着没放下，依旧还做六道生死反复。啊，再能不能不放下呢？不能了。为什么呢？我们年岁大了，在这个世间居住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再不放下，那就继续搞六道轮回。如果肯放下，那就很幸运，我们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不放下，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学佛，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在念佛。你看慈云灌顶法师的《大势至菩萨菩萨圆通章》的疏钞，啊，是他著作的。啊，他是清朝乾隆年代的人，佛门的大德。啊，他说念佛有100种不同的果报，第一条就是无间地狱。念佛人怎么会堕无间地狱？我真正看不懂啊。啊，我拿着这个书去向李老师请教。哦，李老师也看到这个，这是大事，我不跟你一个人讲。啊，讲经的时候，我要给大众宣布。提高大家的警觉。啊，为什么念佛人堕无间地狱？古人有一句话说，口念弥陀心散乱了，喊破喉咙也无人。口念心不念的，口是假象啊。佛法重实质，不重现实，不重假象。海贤老和尚没有这个假象，你每天看到他，他在工作，他在种地、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从早干到晚，没念佛了。啊，人家问他，他心里头念佛，工作不妨碍念佛了。啊，松土翻地是念佛，锄头下去阿弥陀佛，提起来阿弥陀佛，真的没见到。啊，种菜拔草没有把佛号丢掉，乃至于晚上睡觉啊，梦中都念佛。我能相信，那佛号熟透了，心里除佛号没有第二个念头，
晚上做梦念头一起，还是阿弥陀佛。啊，这个功夫怎么能不得三昧呢？所以他真的念佛三昧很久很久了。啊，像这样的用功的人，这样老实啊，听话真干的人，得念佛三昧应该在3年到5年他就得到了。他不断地向上提升了。啊，念佛三昧功夫有等级的。啊，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啊，一般真正干的人，3年功夫成品，再3年事业心不乱，再3年理业心不乱。中国古人所谓的7年小成，9年大成，啊，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啊，往生上品上生，生十宝庄严土自在往生不要听信谣言，鬼神有附身的，不见得全是真话。他也是六道众生，跟我们差不多，不比我们强多少。啊，这些附体的话能不能信？不能相信。他行不行进？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给他的使命啊。啊，最后表法的时候，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这是佛门大事，佛法兴衰就在这一代，大家都能够和睦，佛法就兴旺。如果彼此排斥啊，自赞毁他，佛法就会消灭。诸位看莲池大师的传记啊，莲池大师学天台，不属于天台宗。为什么？在当时，显首、天台、法相、禅宗，各立门户，互相排斥。这是佛法率相，所以他哪一宗都不属，不，我都学，我不属于哪一宗。藕益大师在莲池之后啊，他是明朝末年啊，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出生，在明朝万历年间，他往生的时候在清朝，啊，那么就是有门户之见，有互不相容，明朝末年就很明显了。啊，大师看到了无量寿经，看到了观无量寿佛经，啊，他
学华严，学天台。啊，看到这部经呢，这个原来是华严法华的总结。华严法华成就的捷径，一条特别通道。那你一华严法华去学，你未必能证得初心菩萨，这是真的。你要是专心念一句阿弥陀佛，把华严法华统统放下，你将来往生的成就是化身菩萨，跟《华严经》41位化身大士平等，证得平等。所以他那个放下了，晚年专修净土啊，知道戒律很重要，除净土之外，在戒律上下很大的功夫，提倡持戒念佛，这都是表法的，绝对不是凡人。他住的弥陀经要起，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是：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佛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是赞叹到极处了，无以复加了啊！可是这个种赞叹，相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早年我在新加坡，演培法师就问过我啊，特别请我吃饭，打到临时素食餐馆请我吃饭。啊，问我，这净空法师，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请你吃饭？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神通。他说我有个疑问，啊，我也向你请教。我说不敢当，那是我们佛门老前辈，啊，他从小出家的，我们也是老友。几十年在一起，他是印光大师对藕益大师的这个《弥陀经要解》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就这个问题啊，我给他的回答是非常坚定，是一点都不过分，他赞叹的恰到好处。啊，真正念佛人得到念佛三昧的人，我们相信印光大师得到念佛三昧啊，离一心我们不敢说，事业心是决定没问题。啊，如果据传记上所记载的，老和尚还在世，好像是77、78岁的时候，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啊，没有接触过佛教，家里面也不完全相信。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名气很大，那不学佛的也知道有个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的像很多啊，所以小孩到处能看见，那种观世音菩萨告诉他啊，大势至菩萨
过几天呢，要到这个地方来，你跟他有缘，你呀，叫家人带着你去看他。他第二天就把这桩事情告诉他的父母，正好他有个好像是亲戚姑妈是个学佛的，带他去找他的姑妈，姑妈告诉他是有，他说有没有个大势至，有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大家知道，大势至没人知道，这真有这个。他说你问他干什么？观音菩萨告诉我，印光大师就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我有这个消息还得了啊！所以印祖到达他这个地方，他们一家人都去拜他，把这个事情告诉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当时把他们臭骂一顿，告诉他决定不能够再说。再说，我永远不跟你们见面。这一回不敢讲。到他说，印祖还有四年就走了。真的，四年他80岁，往生，这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有一些人知道了。那我们细细看老人家一生的行仪，他的风度，他的思维，他所做确实很像大势至菩萨。你拿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来对照，确实很像。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说法，确确实实不止一尊佛菩萨了，在这个世间佛菩萨很多，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等到身份暴露了走了，那再也见不到了。所以这部经，这是指什么经呢？指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跟法华华严是同相同的，同一个等级的，而且是真正是华严法华的总结，是华严法华的落实。确实是一个特别通道，有缘的人得到了。有缘人，什么是有缘人？真心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我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这个世间事情统统放下，是非放下，人我放下，真妄放下，善恶放下，是法佛法通通放下，就一句佛号，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成就的。48愿一定要列作早课，早年我在美国加州，美国净宗学会成立了，杨一华担任会长，现在这个会还在，还是他做会长。我们编了一个，写了一篇文章，净宗学会的缘起，
啊，是以韩馆长名义发表的，提出建宗同学刑法就是日常生活，也就是我们讲的戒律，必须要遵守的五戒，非常简单。啊，这个五戒是敬业三福，最高的指导原则，三世诸佛敬业正业，把它摆在第一。啊，我们的理念，啊，它有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第一条，我们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面修十善业，啊，儒释道的三个根，没有这三个根，不是真学佛，假学佛。啊，第二个科目，三规五戒，第三个科目六合敬，第四个科目菩萨的六波罗蜜，第五个科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够了，其他都不要。啊，能够把这个做到，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往生。啊，这五个科目很好记，不会忘记，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一对。如果与这五科违背的，决定不能做。与这五课相应的就应该去做。啊，三福六合，啊，三学六度十愿。啊，那么无量寿经讲得更清楚，因为它经文长。啊，在善护善业第八品里讲的，我们看到一个与一般大乘经不一样的排列。啊，大乘经教里头，佛说三业都是讲身口意。本经佛所说的，把他所讲的是口身意，把口业提在第一，这个有特别的意思。口业最容易犯，所以口业有四条。你看，身三条，意三条，口四条，最容易犯的。啊，学佛的人、念佛的人，所念的功德都从口里流出去了。啊，不能包容，不能容忍，喜欢批评。啊，所以念一辈子佛不能往生。啊，海鲜老和尚一生92年念佛，
它是累积，没有流失掉。这个功德多大，我们是一面念一面丢掉了，让造口业啊。所以佛把它列在第一，特别告诫念佛人，因为这是特别快速通道啊，快速成佛通道。这个舍善业比什么都重要啊，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啊，也就是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要守住啊。啊，为什么会造业？当然意业是主，你起心动念不善的啊，意业是贪嗔痴，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疑，五毒具足，起心动念很容易很自然的都想到损人利己，这就坏了，这就造三恶道的业，自己不晓得，有意无意天天在造啊，功德累积不住啊，念佛的时间少啊，造业的时间长啊，念佛的力量薄弱，造恶的力量浑厚，你怎么能离开三途？那说的不好听的话，你怎么能离开地狱？啊，全都造的地狱。经有没有听懂？没听懂，听的变数不够。为什么不够？不够，是用散乱心来听的。佛是用散乱心去念的，所以听经念佛得不到效果。啊，我们现在改个方法。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啊，看你们华藏卫视肯不肯发心做这一点好事，一天播三遍啊，早晨播一遍，中午播一遍，晚上播一遍。啊，提倡一年，一天看三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那就365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决定不一样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如果三年不断的决定的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本经兴起的因缘就是利益安乐大事，大事就是了生死出三界，这大事啊，了生死成佛道啊，大事当中第一等大事，就说成地狱，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假话。说什么指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净土三经一论，
成的。那经中的经论不多啊，所以可见净土法门的兴起，正同于华严法华，同为一大师因缘。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四，苏超云：金丹一心持名，即得不退，此乃直指凡夫自心究竟成佛。若能地心地真心，何须遍历三尘究竟多见。大乘教里通常讲，菩萨修行第一个升起前，经历四个位置：实心、实住、实心、实回向。一个升起前，第二个升起前，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升起前，八地、九地、十地。这么长的时间呢，经历这么多的位次，那么净土法门不需要。净土法门就一句佛号：海贤、海清两位法师做给我们看了，哪有那么麻烦呢？这两位大德都已经往生了，自在往生，说走就走了。啊，海清法师留下精神，留下全身舍利。海贤和老和尚给我们表演的112年112岁，20岁出家学佛，学佛92年，就这一句佛号啊，他连早晚课都不会做，所有经咒他都不会，别人做早晚课他在旁边听念阿弥陀佛。啊，那些人成就哪一个能比得上他啊，他给人治病，当地乡下人相信他，啊，有病痛都找他。他在草地上拔一点草的时候，叫你回家去吃，就吃好了。他也没有药方，也没有讲什么道理，啊，只要他摸过的东西，啊，这些花草的时候，都变成良药。所以当地人说老和尚有神通。啊，你从光碟上细细看，他真有神通，他不是假的。啊，他不露出来。遇到这个法门，大乘经讲的我们要相信，都是过去无量劫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再遇到这个经本，冥冥当中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你才能信，你才能愿，你才肯念佛。
啊，老和尚的母亲表演了一招。让人看到又不能不相信。啊，他母亲86岁，念佛往生。啊，往生之前原来住在来福寺，跟老和尚住在一起，因为晚年老和尚照顾母亲。有一天突然跟老和尚讲回老家，老和尚怎么劝也不行，一定回老家，只好陪他一起回老家。啊，回老家把他女儿找来，侄女的家亲眷属啊，亲人啊，找来的时候，老太太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晚上在一块吃饭，吃团圆饭，吃完之后，他坐在椅子上，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真走了。”就这一句话，真走了。你说多自在，多潇洒！老和尚在笑他，他往生，他到老家往生，要给这些晚辈看看，表演给大家看。啊，老和尚那时候环境很不好，很草率的把他买了。啊，好像隔了6年多，老和尚心中是不安，啊，想把他的坟挖出来，啊，换一个比较好材料的棺材，改葬。那坟挖出来之后，棺材打开，人没有了。啊，棺材里干干净净的，留下几颗钉棺材的钉子，人不见了。啊，失踪是个谜，到现在没人知道。老和尚也没说，这是不是菩萨化身？他很难说。啊，告诉我们一句真实话，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他妈妈也是的。一家人乡村里头种田的，生活非常艰苦啊，所以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啊，不认识字。啊，一家人他的父母、祖父母都是学佛的，都是念佛的。啊，念佛的世家。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没有别的。对于极乐世界真相信，对阿弥陀佛真相信，没有丝毫怀疑心。文化大革命10年。遭受多大的苦难，他念佛没间断，不准念佛，心里念佛，干什么事情都念佛。就这一句佛号，啊，莲池大师当年在世4次见到阿弥陀佛，我们相信老和尚见阿弥陀佛决定不止4次。啊，这么苦，谁来安慰他？阿弥陀佛来安慰他。啊，有人问他吗？你们看光碟就晓得了。他见阿弥陀佛，要求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啊，阿弥陀佛不肯。
嘱咐他留在世间表法。广义的表法，做一个好样子给别人看，给学佛的人看。啊，你看我们净宗这五个科目，净业三福他也不懂啊，但是他做到了，孝养父母做到了啊，尊敬师长做到了，你看他的师父啊，师父往生之后的过会啊，师父也了不起啊，他的那个墓，塔墓应该是他吩咐的，把他的骨灰埋在石板下面，他的下面。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破坏，把这个塔打开了，打开里头什么都没有，如果是骨灰在的早就把它毁掉了啊，他在下面没人知道啊。笔者问，笔者这个海鲜老人问，老人真不知道啊，到以后再往下面挖，挖出来了才知道老和尚有神通，知道有这个劫难啊，把骨灰埋在下面去啊，所以这个骨灰能保存，这他老师师父啊，重新给他盖葬，建塔树碑，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啊，比着出家人还俗，他不还俗啊，但是不准他住庙啊，当地生产大队叫他去当大队长啊，不准念佛心里念，不准拜佛晚上拜，大家都睡觉了他起来拜佛啊，大锅菜里面有荤腥，他吃锅边菜啊，遭受多少苦难，印光大师知道，所以劝导我们在这个大时代里头啊，佛教的道场要小，同修不要超过20个人，如果这样做啊，政府许可欢喜，不会找麻烦啊，道场小也容易维持，有几个热心护法就够了啊，又何况来佛寺自己耕种自己收成啊，他耕种的面积很大，100多亩，所以粮食蔬菜水果很多啊，救济这一个地区几万人呢，老和尚修布施，这财布施，内财外财，内财是体力，他每天的工作是为大众，庙里只有4个人，需要的有限，供养大众啊，尤其是黄年。那让大家都能吃得饱，念念为众生说下，没有为自己想到啊，最令人羡慕的
112岁，没有人照顾，什么都是自己来。劈柴自己来，烧灶啊，做米，把稻磨成米，通通自己干。烧饭、种菜全自己来。把这些老和尚一个一个都送往生。自己到112岁，还是什么都自己干。你看，种地，从早到晚，没有休息。上树择柿子，有一些佛教徒来看他，他爬到树上择柿子，分给大家。这些镜头都被他们照下来了。眼睛不花，还能穿针，还缝衣服。他徒弟供养他一件僧袍，他穿太长了，立刻拿出针线，把那个边缝起来，长短就正好，马上就做。一生不求人呐。这样的佛教没有人反对，这样的佛教大家都会赞叹。一生辛勤劳作，为大众，不为国人。大公无私，不要钱，不要名，不要利，样样全放下。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到了这个年龄，该走的年龄，要万缘放下了。国际上大型的活动，我看了老和尚这光碟之后，我要收敛了。我不再参加，我鼓励大家参加。大家到这来看我，我欢迎。我不想参加任何活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实现，给净宗学人做最好的榜样。给谁呀？给我，不是给别人。我们看了，直下正当，这就是教我的。与别人不相干，谁看到谁能够直下正当，他就得利益。我不想别人，我就想我是。世间生活苦一点好。为什么没有留恋？如果生活太好的时候，不想走。情执很重，财色名利都能够留住众生，在娑婆世界，在六道轮回。你能够摆脱，你才能够离开。你才能够得到佛菩萨的加持。我们看念老的
注解。啊，何以故？为什么这一部经跟《华严法华》平等？如弥陀素朝云：“金丹夜心持名，积德不退。”这个不退是二位月支，是三种不退。第一个位不退，你是圣人，你不是凡夫，啊，你地位不会退转。第二个行不退，你这是大乘，你走的是成佛之道，不是声闻，不是缘觉，不是全教菩萨，你选择的道路了，正确了。啊，凡夫自心就见成佛，这是受我们的因呢、啊。缘，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增上缘。啊，你有这个愿，有这个心，佛才肯帮助你，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说若能地心，啊，真正相信，你不需要经历三乘。啊，声闻缘觉菩萨不需要经过这些，这时间很长，九经多劫，三个三七劫不需要，你一生就成功了，就成就了。所以不约一念，顿成菩提，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啊。顿证不是渐修啊，立刻就证得了。这个菩提是无上菩提啊，就入了佛的境界了，岂非大师？这不是大师，还有什么叫大师？啊，凡夫一生成佛，看你有没有福报啊，相信就有这福报，不相信没这个福报，没这个福报不要劝他啊，劝他生烦恼啊，欢欢喜喜随缘就好啊，有这个福报要勉励他啊，为什么呢？这一生决定成功，可见净宗正是直指顿证之法，不拐弯的，不是弯路，直路啊！一念佛心入佛之境啊！今天海贤法师给我们做出榜样，九十年如一日，就是一句名号，入佛之境。啊，他老人家往生，用这一部经做证据证明，决定是上上品往生。净宗之兴起，正由此大师因缘也。啊，华严法华是大师，净宗是大师里面直接的大师，快速的通道。啊，那么下面详细说明本经兴起的因缘。
本经行气云云，第一段，称心即谈，如来真说。那下面第一个小段，华严、法华、均是圆等称心之教，但其归去却在本经。啊，念老的原文说：“华严、法华、均圆等称心之教。”啊，但其归去就在这部经里头。啊，要解说，绝对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也。这个是黄念老首先用弥陀要解偶业大师的开始给我们做开场白。啊，偶业大师赞叹本经。啊，绝代圆融，绝代不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切能够跟他相比的。啊，无法想象，不可思议是无法想象。华严奥藏，法华密髓，说藏说髓，都是讲到核心。啊，最重要的一点，啊，像一个人的心脏一样，啊，那我们就知道，古来祖师大德认为，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里面的内容跟华严无二无别，分量比华严少。啊，只有一卷。啊，华严在中国三次翻译，除了重复把它合起来，一共99卷。99卷浓缩成一卷，就是本经。本经展开就是99卷的华严经。啊，99卷华严经浓缩成一本，就是无量寿经。学无量寿经，圆满的华严。啊，学无量寿经是圆满的法华。不但如此，还是一切诸佛的心要。啊，一切诸佛是指十方三世，他们所修、所证、所弘扬的、所教化众生的核心精华，都在这部经里头。那么学这一部，就等于全学到了。啊，菩萨万恨的思难就是智难，都不出于此经啊。是故本经称为称心之极谈，极什么？讲到基础了。
讲到大圆满了，讲到究竟。能不信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何等幸运，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典。啊，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注解跟一切经注不一样。啊，他的注解是用集注的方法，集大乘经论83种，啊，华严法华都在里头，集古来祖师大德110种的著述，这一些祖师大德都是明心见性，都不是一般人啊！所以读这一部注解，就读了一切大乘经，所有祖师大德的开导，你在这全看到了，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下面第三段几乎跟原文完全相同啊，因为这段文呢太重要了，全部采取了啊。我们看153页注解啊，第五行的注解，由日本道隐所著《无量寿经真解》，啊，这部书在日本净土宗里面非常出名。日本净土宗最重要的一部注解啊，日本的这些法师在无量寿经上下的功夫很深，他们古大德的著述大概有20多种，中国自己国家祖师大德只有2种注解。啊，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新的出来，这第三种啊，日本有20多种，这个注解里的说无著之时造物之时甚道一种，经师难修啊，其难非也了啊，其虽其难非也，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跟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应。啊，五种
染污，浊是现在讲的染污。我们这个地方看看，啊，对，十三页有这个注释第二十二条，啊，第二十二条，十三页。这五种众生处、见处、烦恼处、命处、劫处，这五种里头核心就是见处跟烦恼处，因为这两个原因才有众生明见。啊，见为正法一灭，相法见起，邪法转生，邪见增生，不修善道，是名见处。正法一千年过去了，相法起来了，啊，这是佛灭度第二个一千年，今天是佛灭度第三个一千年，已经过去了，啊，相法一万年。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末法了。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所以我们今天遇到的正法一灭，相法一灭，现在是末法。我们相信我们中国古来的祖师大德啊，这些人跟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而且重视史实，这历史上记载要真实，取信于后世啊。中国古来这些祖师大德他们用的纪年啊，连佛门控诉本里头都有啊，你看普佛释迦如来普佛里头都说到，世尊出世在周昭王二十四年驾业啊，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寅年，啊，灭度在周穆王五十二年，所以世寿啊，中国人讲虚岁，八十岁，八十岁过世。那么这个年代在中国就很清楚了。啊，周穆王五十二年。距离我们现在三千零四十一年啊，这中国人记载，外国人讲两千六五百多年，跟我们中国记载相差六百年啊。印度人对这个不重要，他不重视历史，
啊，古时候印度人重视开悟，啊，现在印度佛教没有了。大乘佛教传到中国，在中国生根了。啊，小乘传在南洋，啊，大乘是北传，中国、日本、韩国、蒙古。啊，这一代都是大乘。啊，另外一个密宗呢，传到西藏，叫藏传。今天佛教三大语系，啊，大乘是汉语，密传是藏语，啊，小乘是巴利文。啊，学习佛法经典，这三种文字。一定要学习啊！文字是个工具啊，没有工具，你就做不到。那么讲到五浊这个染污，现在染污比末法初期严重太多了。啊，现在的染污，食物吃的东西不干净，饮的水不干净，呼吸的空气不干净，这些染污要是不能得到改良，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人类50年之后啊，这个地球不适合人类居住，人不能住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50年很快就到啊。啊，30年前。我还没听说过什么叫环保，这名词没听到过。啊，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1977年，没听说过环保，以后才听说的。啊，大家越来越严重了，觉得环境不保护不行了，对人类生存产生危机。啊，那个时候我刚刚听到环保这个名词，有人来问我，这环保管用吗？我的答复不管用。这为什么？你讲的是外表啊，环境染污从哪来的？找根呢？中国中医是治根本啊，形象自然就好了，根本重要。染污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建筑烦恼中，就这两样。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懂得心理环保。啊，从心理环保下手啊，外面就很容易见效。啊，心理不讲环保，外头的不会收到效果。所以，这个染污一年比一年严重。啊，特别明显的空气染污。雾霾就是空气染污啊，这空气里有毒啊，你天天不停在呼吸，呼吸久了，里头五脏六腑
都有问题了，怎么办？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去想过？啊，饮食有了问题了，吃饭提心吊胆，饮水有了问题了，像空气有了问题了，人怎么活下去？佛对于这个桩事情看到了，经上讲的这么清楚，这个事情在末法产生，啊，末法产生1000年前就产生了，现在累计1000年到今天1041年，让我们明显的感受到了。深深地感触到了。那么这个经上所说的，这个时候正法相法都没有了，邪法转生，生就是兴起啊。佛在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去解经义，但是今天全世界佛教普遍的现象，哪一法是真的？心正、行正、言正，没有一法不是正法。啊，心要不正，言不正，行不正，没有一法是正法。啊，所以我劝大家，把老和尚这一篇光碟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为什么？那个好懂，那个直接啊，你一百遍看不懂，多看，看100遍，看1000遍，你就懂了，你的正知正见就生出来了。啊，你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你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都是邪知邪见。啊，邪见增甚呐，不修善道啊！啊，今天大家修什么道？修贪嗔痴慢疑的五道，研究怎么个贪法，怎么样贪才得多？啊，才能快速拥有，不想这些吗？啊，贪得了怎么样呢？过去有人问过我，问了一个，出了一个问题，好像是题目是为什么要挣钱？啊，我回答他的。挣钱是为了要存外国银行，我就回答这一句。这一句里的意思很多，你们应该会体会。
同学们把钱放在我这里，啊，供养我这个地方，我存中国银行。啊，我不存外国银行。这为什么？我爱中国。我相信世界上有灾难，中国不会有大灾难。为什么？祖宗积的德厚。你看看全世界。啊，5000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只有中国这个族群，老祖宗记得，世世代代都记得。啊，没有一代不讲伦理道德，没有一代不讲四维八德，这四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那外国人历史上找不到，所以我人家叫讲灾难，说外国我相信，啊，说中国我不相信，啊，那么中国这两百年了，最近的两百年，把祖宗东西丢掉了，不要了。这是错误，祖宗会对他有惩罚，不会要他命，啊，狠狠的揍他一顿，教训教训他，这个有可能。中国不会灭亡，所以中国银行靠得住。啊，把钱存到外国银行。第一个叫不爱国，是不是看到中国要灭亡了？赶快赚点钱到外国去拿外国护照当外国人，是不是这个念头？啊，真正到了外国，我告诉你，外国人瞧不起你，你再有钱，他瞧不起，为什么呢？不爱国。不爱你自己的族群，啊，存到外国银行能拿得回来吗？我觉得不可靠，拿不回来，是供养他了，还要叫人瞧不起，何苦来呢？啊，佛法不要了，佛法里头有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求财富得财富，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贵得富贵，连求成佛都会成佛，有求必应的。啊，那不要佛了，就是真的这一方面我都不要了。全搞邪的，邪的国报是恶报啊，那个事情很麻烦啊。我在国外走了不少年的，我统统了解。啊，我曾经听到有个同学告诉我，有一家美国人，美国的房地卖掉了，移民到台湾，住在台湾的中部埔里。人家问他为什么到台湾，他说美国有灾难，他到台湾来避难。住了一年多了，这个人有智慧呀，
不知道谁告诉他的。啊，所以看哪个地方有灾难，你就看住屋。住屋非常严重，这个地方就麻烦。少去为妙。啊，住屋轻，不能说没有，没有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了。啊，找不到了，只有找住屋轻，不是很严重，这个地方就可以住，可以休息。你们如果要问我，我老了，88岁了，啊，接近往生的时间越来越接近了，啊，我就住香港算了，哪儿也不去了。啊，我一个心愿呢，就是希望能够有几个年轻人真正发现集成净土宗，集成无量寿这一部经，这个法门啊，把它传下去啊，传到全世界，我就这么一个愿望啊，其他一无所求，万缘放下啊，一切没有念佛好，我现在跟海清老和尚学习啊，心里佛号不让他间断啊，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我是一生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没有电话啊，人家送我的手机我都丢掉了，这是什么？这魔，这不是好东西啊，让你日夜不安啊，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是跟大家分享无量寿经，一部经一句佛号，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啊，真放下，真自在啊。啊，特别我受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影响很深。啊，这个碟片陈蒙他的徒弟印智法师送了给我，我一看就明白了，一看就懂了，老和尚传递给我是什么信息，我就知道了。那我们都要给念佛大众做正传啊，做一个好样子。烦恼住，为众生多住爱欲，欲望无穷啊！啊，兼贪、斗争、谄取、虚狂、摄受邪法、扰乱心神，这叫烦恼住。啊，烦恼属于思惑，就是你想错了，见处是你看错了，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啊，佛陀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别的，纠正我们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要求我们用真心
不要用妄心。这个见着跟烦恼着的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真心里头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啊，真心是真正的清净平等觉。啊，如何恢复我们真心？这一句佛号最有效的方法，又是最简单的，又是最容易的，只你要坚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相续不断，你就真心把真心念出来了。啊，真心念出来了，你往生就有把握了。啊，欢喜心生出来了，真欢喜。啊，自信里面的喜悦，真心流露自信的喜悦。啊，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就是喜悦，不是外面的刺激啊，是内心的喜悦。习就是落实，把所学的统统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待人接物啊，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呐，在佛法里讲，明心见性，不亦说乎？啊，海贤老和尚92年，他表现在外面一副欢喜相、喜悦相。啊，他的老祖一天不休息，像是欢喜相，没有觉得很累，没有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工作的时候他没有我，忘我、无我，有我就累了。无我，工作再多，谁累了？没有人累。是的。工作再多，工作量再大，时间再长，绝对没有疲倦。啊，人家赞叹他身体好，从外表看，不知道身体为什么好，不知道。啊，那个好，就是万缘都放下了就好。啊，你的身体不好，你万缘一样也没放下。道理在此地啊！啊，老和尚一生没有特别保养啊，啊，没有吃补东西，没有啊，啊，所吃的自己种的啊，我们要细心观察，啊，要多多的去看。慢慢你就会觉悟了，你会体会到了。啊，因为有烦恼，啊，有见着，才有命着。对自己来讲，命着是吧？寿命的简短。身体不好，寿命短，这叫命主。啊，灾难众生主。命主是对个人，众生是我居住的这个时代，所有一切众生，多诸必恶。你看哪些呢？不孝敬父母尊长，这是根。
这是众生住物的根，不孝不敬，不为恶业果报，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有圣贤，不相信行善积德有善报，不相信众生主啊，他不做功德了，不修斋法啊，这就是我们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异常啊，春夏秋冬也乱了，这就属于众生主。最后总的来说呢，接触皆是这一个时代啊，众生是讲社会，命是讲个人啊，这一个大时代接触啊，啊，人生人寿减至30岁时，积金在起；减至20岁时，瘟疫在起；减到10岁时，刀兵在起。世界众生无不被害，叫接触。我们现在距离接触越来越接近。啊，那么现在这个接触的现象已经暴露出来了，你仔细观察就看到了。啊，往后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求生极乐世界一定要提前。啊，决定要在这一生，这一生不能往生的晚了，后面这个劫难你就没法子避免。这个艰难的时间说起来并不是很长啊，你看人寿100年减一岁，现在是70岁啊，70岁100年减一岁，1000年减10岁，70再减40，也就是4000年之后，这个世界就闹饥荒了，人没有吃的。4000年之后，再2000年之后，瘟疫。在1000年之后，刀兵劫起，那就是人杀人，人吃人。啊，这个时候佛法没有了。释迦牟尼佛的法，他的影响力，从现在算起，还有9000年。9000年，这个时代就越来越近了。啊，到最后100年，佛的法运过去最后100年，无量寿经还在，其他经典全没有了。在100年之后啊，这个经也没有了，还有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念这句佛号的人也都能得度，可是相信越来越困难，真干的人越来越少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在这个时代圣道一种今时难修，其难非已，
难太多了。佛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学不容易，修更困难。这我们能理解。特此一门呢，智缘皆得。这一门就是无量寿经。就是这一句名号，而且尤其简易直接，在出世之正说偏在四经，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你要晓得这个东西重要，你就会非常珍惜，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真的在大乘教里中了特奖。啊，这个特奖的利益就是你这一生可以做佛。啊，那么这个奖你要不要领？领回去就发财了，不领回去等于没有得到。今年这一会，我们的重点是要切入境界，啊，不重视经典文字的理解，不重视这个，重视修行，重视在真干。啊，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这部经修完了，决定有往生的把握。决定跟阿弥陀佛见面，像大师智菩萨所说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绝不能开玩笑，不能搞儿戏。啊，要用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啊，认真学习这部经典。啊，那么这是今天我在此地供养有缘的同学们，啊，谢谢大家。